我很喜欢这种带蜡烛的装饰品，放在窗台上点燃之后，感觉室内会很温馨。这是泡好的海带。
这是给我们家小朋友做的。最底下一层是面包，然后是鸡蛋，煎的鸡蛋，然后上面的话撒了一些番茄酱，还有的话就是鱼子酱，他非常爱吃。回家啦。挪威亮晶晶的雪呀。